save it. This is incredible. Oh, my tail. Hey. This is a good time. Yeah. Dow, yeah. 这球打得好位被飞的，其实对于加比篮网来说也非常吃力。对，好球，飞得很死啊，这个打得非常准。对，漂亮，朱章宇这个一传保障的不错，转身直接还是交给袁心玥打一点助攻。 防守交给朱婷，进网了，漂亮！这个中国队拦网得分，终于到局末的时候又抓住一个四号位对方四号位定点进攻拦网的机会。 分出来，好球，这球直接过来，打一个短球，但是被连续顽强防起来，再打快球，漂亮！中国队经过了三次再攻之后，还是拿下了第一局，25-23，还坚持进步的得分，九人也很顽强啊，好防守啊，印尼。 漂亮，三人拦网，抬手直接一个快抓心儿。袁心玥这一局的快球呢，他打的比较聪明，就我不发力，但是这下由于他有高度上的绝对优势。 到他手上是比较快的，我觉得不差不多，好像换上了，再换上了。